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冷链协会副秘书长潘小兰。台湾冷链协会是台湾最专业的冷链社团，那会员涵盖物流中心、冷库的规划、软硬体的建制、管理与配送。那我们协会也是今年台北国际冷链科技展的主办单位之一。那我们这次展出的会员包含了延华、百家泰、工研院、台力、科林、世昌、富盛、冷研、陆凯等多家会员来参加。那我们展出的内容呢，包含从冷库的制冷、保温工程、冷链仓储设备、冷链物流与配送服务、冷链运输车、蓄冷与保冷设备。特别跟各位介绍，研发公司呢，结合了 IoT 技术应用，在医药物流与零售物流上面，提供大家不断链解决方案，让客户及时掌握您的冷链品质。欢迎各位对于冷链物流有任何的需求或疑问，都可以跟我们台湾冷链协会来联络。谢谢。